到大林之后，然后在工作之余引发说遇到伙伴啊，开始去做大林考这件事情。因为外县市很多东西已经成型了，那嘉义就是还是一个还有空间可以发展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像在食材上面，我觉得就还蛮好取得，就觉得在嘉义就是开始会比较适合。我后来回到新港嘛，其实我是有一个初心的，我真的有私心想要让新港有这样的地方，所以只要我还在过年过节，我就会让新港有这家店开着，等大家这样子。嘉义这块土地的养分是很够的，那如果你的努力是容易被聚焦、容易被看见，你就会被发掘。所以嘉义绝对是一个好地方，你怎么样蓄积能量，然后进而能够让台湾看见，让世界看见。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把嘉义当基地，然后努力在这个基地上做出被看见的成绩。当然首先是被嘉义看见，再来是被台湾看见，往外扣。如果你可以很清楚地讲说你的家乡在干嘛，在哪里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讲出来的力道是比较有自信的。透过交好像 Action Plan 这个计划去想想，去沉淀一下到底需要什么。当然县政府你要创业，你要就业，大概我们有一套 的东西可以协助大家了。啊，甚至你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那就继续在我们 Action Plan 去发想，去想想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。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形象，我觉得人生在探索，你会去寻找你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包括你卖咖啡、你创业，都应该有一个样子。只要你觉得很低谷、很痛苦的时候，你觉得快活不下去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抬头看，因为机会就在前面。在所谓的吸收养分的过程跟发挥能量的过程，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，能够被看见到什么程度，就取决于你可以做什么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让年轻人在嘉义可以有发挥的空间，嘉义越来越好，这个越来越好，我希望让所有年轻人共享。